挨打了没有啊？饿不饿？怎么不洗个澡来啊？感谢司令关心。在普陈那儿，怎么可能挨打呢？也是。洗澡恐怕来不及了，先安排任务吧。好，开会。 你说，根据情报，北平的几所大学都被共产党煽动了。明天要拒领粮食，冲在最前面的是民主党派，有100多个教授已经签了拒领救济粮的声明，看来粮食明天是发不成了。他们这是在打党国的脸。 布置一下，盯准了抓一批。民主党派的尽量先不要动，抓几个真正的共产党，还有闹得凶的学生。你指点头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北平站掌握的共产党名单都定住人没有？郑总司令，有一条大鱼自己撞到网上了。 就是燕大图书馆的那个严春明，现在就在图书馆。还有，各校的学生代表也都在往那里集中。要么，我现在去抓人。现在抓什么呀？明天，只要他在，他背后的那条大鱼迟早会露面。还有那个抓了又放的梁经纶，等他们闹事。 一起抓！好，我去布置。你能布置什么呀？打个电话把他们都叫过来。侦缉队、第四国军特务营，再加上你们，明天统一行动。老徐，你安排一下行动部署。 把司兵团特务营营长给我叫上来，还有，左五万面条上来。到了1948年8月，历史在这个拐点上，国民党。 不希望学生闹学潮，共产党也不希望学生闹学潮。而此时，决定闹不闹学潮，国民党政府控制不了，共产党学委实际上也控制不了。能够控制的是北平各大院校组成的学生联合会，简称学联。实际能够出面领导学联的是一些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。 共产党有许多秘密党员隐蔽在学联，国民党也有许多特工隐蔽在学联，这就出现了学联中有大量的进步青年，也有少数的反动学生的复杂局面。既是共产党秘密党员，又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成员，还是民主教授。 三位一体的身份在学联中取得领导地位的，恐怕只有梁经纶一个人。北师院呢？我们的决定和清华差不多，只有一点不同，支持东北流亡的学生去领粮食，但是有个前提，必须释放被关的同学，还有保留东北流亡学生的学籍。对，我建议我们大家都去领粮现场去静坐、去示威，坚决不领救济粮。对，我们都去。 我们去静坐示威，我们不领粮食。对，我们团结一心，抗争到底。大家都去吧。都去，都去，都去。梁先生，燕大是美国人办的学校，我们这一次的行动就是拒领美国救济粮。学联特别希望得到燕大的支持，统一行动。必须得统一行动。至于如何统一行动，请大家给我半个小时。好，半个小时以后。 我们等您的决定。
三个大学的情况立刻报告曾将军。是。你希望我干些什么？党的指示很明确，希望学生们不做任何无谓的牺牲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组织如何应对，请您立刻向上级汇报。宋学伟让你代替了我的职务，没有告诉你怎么跟上级联系。你应该知道，这是上级在突发的情况下做的决定，我也只是暂时代替您负责燕大学委的工作。这说明上级还是信任您的。梁金伦同志，你真的以为上级还信任我吗？您拨通联络电话，情况由我来汇报。我试试吧。您能确定这个号码是正确的吗？那看来只能等着上级主动联络我们了。可是几大学联的代表都在等待我们的答复。梁经纶的试探失败了，他面对的不是老实的严春明，而是强大的北平地下党。春明同志，那现在我们只好自己做决定了。啊，现在你是上级，你如果信任我，你就决定吧。我提建议，你我分头安排各自所掌握的学生党员，以学联的名义，分别做各大学的工作，告诉各校学联，今天领粮，不要和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，避免任何一个学生做无谓的牺牲，隐蔽我们的精干，努力劝说同学们领取粮食，然后再等待上级的指示，按部署去解放区。我同意你的决定，但是我不能执行你的任务。我被停职审查了。任何一个同志在被停职期间绝不允许和其他同志联系，这是纪律。这个错误我不能再犯了。是我忽略了组织纪律。那这样吧，春明同志，你被审查的事情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党内的其他同志还都把你当作领导。今天发粮，您必须在现场，我们俩一起配合才能控制好局面。这一点您总没有意见吧？你知道，组织上给我处分，原因就是我回来要和你一起控制局面。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，发生什么危险，不管组织怎么认为，我们并肩战斗。
谢谢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并肩战斗，我不会放弃。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，永远都是。 喂，这是燕大图书馆，你找谁？严教授，严主任吗？啊，我是严春明，你是哪里啊？我是哲学系的张教授，不好意思打扰您了。有这么一个请求，今天我们要举行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的研究总结，同学们一直要求让您给我们做一个讲座。 专题阐述一下体用不二、心物不二、能智不二，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问题。请您务必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。您要去领粮，粮食我们可以帮你去领。 这样吧，我们派人到领粮现场去。等您领完粮，我们直接把您接过来。
没见过不怕牺牲的，没见过这么喜欢牺牲的。 情势流部长已经来不及了，请你代表乘务部允许我启动紧急方案。什么紧急方案？这个方案是刘云同志和我秘密设定的，只能在最紧急的时候才能启动。我去干，你到猫耳胡同向刘云同志报告就是，他会详细的告诉你。刘云同志会同意？这个方案是中央乘务部的死命令。 必须执行。好，我去向刘云同志报告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切就用张部长的指示，保卫张部长的安全。是。 这时候才到，裴马局长去调了拨人马，他回家里边拿了件重要的东西，说要送给金国先生。什么重要东西？送给谁？进屋吧，进屋慢慢说嘛。好好配合行动，跟我们不要搞江湖上那一套。这么长，你说这话可有点对不起金国先生啊。方大队长，请坐。 刚才听方大队长说你去调人马，什么人马？啊，都是过去跟着我的，现在都在各个部门任职，好在呢还都能听我的，很难得。<笑>对付那些人应该用得上。鱼龙混杂，不要给建锋同志添麻烦。你放心吧，金国先生会高兴的。<笑> 把杯子挪一挪，给爸。你看，爸爸，什么呀？来，慢点。村文正公的真迹。 当然了，民国35年，王和敏家没收的。你说这个老汉奸，他太不要脸了，他也配收藏曾文正公的一片正气啊？我请那个王日香先生啊，都鉴定过了，确实是真的。当年呢，曾文正公啊，为了安抚湘军，在大帐亲手写的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和大家都一样。 高山流水，一条心都应该效忠朝廷，不能图什么这爵位啊、功名什么的。我有点班门弄斧了。哎呀，曾督察，你不知道啊？哎呀，这个宝贝，我着实啊过了几道坎儿啊，这个坎儿一般都过不去。你知道陈部长就想要他。 戴局长一直就惦记他，你说拍马屁也不看看自己是谁啊？哎，委员长是朝廷，他们可不是曾文正公啊，所以这个宝贝只能一个人受得，金国先生。你看看，你的意思是托我转送给金国先生。 我马汗山水，我给人家人家能要吗？我跟方大队长都说好了，这个宝贝呢，就说呢，在我家抄来的，然后呢交到了你那儿。你回南京的时候找个机会，把它放在金国先生的办公桌上，你啥都不用说。咱们商量一下发粮的事吧。
好，不能让你久坐了。哎，好事。王副官，到，派一个班保护马局长，去和他的人马会合，再到发粮现场。是。马局长，哎，不要再跟陈继晨那些人跑了，我保证不会让你上军事法庭。哎呀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哎呀，宋督察呀。 说实话，我马汉山是混蛋，但我很清楚，谁是真心的为党国，谁比我马汉山更混蛋。对付学生啊，我呀心里也很难受。我是硬着头皮呀，方大队长啊都跟我说了，对付徐铁英、陈继承，你就看我怎么表现就完了啊。马局长，哎，我和方大队长还有事情商量，你先去布置吧。好，走。 发生了一件突然的事情，必须要跟你通个气。梁经纶同志接到了中共北平总学委的指示，让他负责北平各大学领粮的协调工作。原因很奇怪，是因为燕大学委原负责人不听中共上级的指示，让梁经纶同志取代他。这件事情已经报告了建锋同志。 尚不知是中共准被考验梁经纶同志，还是想借陈继晨、徐铁英之手牺牲梁经纶同志。共产党已经知道梁经纶的真实身份了？还没有情报。但是，另外一个人知道了梁经纶同志的真实身份，你父亲方行长。他知道梁经纶的身份，又怎么样？ 何其仓就会知道，接下来司徒雷登也会知道。梁经纶失去了何其仓对他的信任，也就无法执行孔雀东南飞的行动。建锋同志分析，你父亲突然单独约见梁经纶，应该是希望我们跟他去谈。为此，建锋同志通知了北平各个有关部门，将今天的发粮时间推迟到上午10点。 利用这个时间，让我先去见你父亲，同他好好谈。见之前，建锋同志嘱咐，先要征求你的意见。我没什么意见。那好，5点了，今天一定是场恶战，分头行动吧。 办公室等，咱们这边请。哦，谢祥礼，调了一晚上粮，现在也不能休息，真是辛苦啊。曾督察客气了，我们家孟敖一直蒙你关照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尽管吩咐就是。好，谢祥礼，前面引荐吧。 谁改的？为什么要改10点？你们要是这样子干扰，北平的仗你们来打，我会立刻向赤总指纠正。娘西屁！
陈总司令，谁来的电话？国防部，是不是向摄政总使问一声，直接请示总统？总统飞沈阳了，等吧。 今天我只问一件事，请曾督察如实告诉我。方行长，请问，金国先生送我的茶杯明明是四指，不知为什么让曾督察说成是三指。范大生先生做的茶器有一点极讲究，四杯壶便是四杯茶，六杯壶便是六杯茶。 这把壶，沏满了明明是四杯，怎么可能是三个杯子呢？如果连送个礼，曾督察都要说谎话，别的话，我怎么相信你啊？曾督察用不着解释，我就说到这里。 裴东，下面有什么话你们说，我听就是。方大队长。 曾督察的统一安排，马局长配合发粮，后面的人帮你们维持秩序，一个阵营。告诉弟兄们，马局长的人在发粮现场维持秩序，我们的人在外围，防止别人捣乱。一旦发生混乱局面，各连和他们配合行动。那这些人靠得住吗？我说，方大队长，我和李营长先配合一下看看吧。啊，你先进去吧。行，你们好好配合。好嘞。哎。 从来都没有这么认为。那曾督察认为是谁给我们行长偷的消息？谁偷的消息并不重要。我只是想知道，方行长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直接去找梁经纶，说他是我们的人。曾督察直言相告吧。 梁经纶是不是你们的人？他是我们的人。行长，曾督察直言相告了，还是您来说吧。
请喝茶。喝茶。你们接着谈。行长，北平分行一直是你一个人在担着，委屈也是你一个人在受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就不要闷在心里了。你不说，我也说不到位。谢经理说的有道理。我来之前，金国先生也是这么指示我的。方行长有什么尽管说出来，有什么委屈，有什么难处，只要是金国先生能够解决的，一定帮忙解决。曾督察，能不能先回答我开始问的那个问题？哪个问题啊？为什么是三只杯子？我先向方行长道歉。回去之后，我再向金国先生检讨。金国先生送方行长的原本是四只杯子，是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。那怎么三个杯子又代表我们三父子呢？这是我临场发挥。金国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。金国先生没有这个意思。好，请坐。把纸笔拿给曾督察。既然是金国先生派你来的，请你把我的话记下，最好是照我的原话记录，不要加上你的理解。曾督察同意吗？好。民国一十七年，我方不停在美国，虽然适逢经济萧条，可作为耶鲁大学的教授，我说和中国人比，跟一般的美国人比，生活也是可以的。你们的宋子文先生又写信，又派人请我回国，说是国家有难，学人有责，要建中央银行，建立金融秩序，恢复国民经济，有厚望矣。我放弃了在美国的洋房花园，放弃了高薪待遇，带着我的妻子和两儿一女回国了，没有向政府提任何的要求，搞金融。我为政府赚了多少钱，你们可以去查查中央银行的档案。民国政府又给了我多少钱，你们也可以去查查我的收入。八一三上海沦陷前，政府十万火急，要我将中央银行的黄金、白银、外币尽快尽量的运往后方，连船都是我向民生公司卢作孚先生要的。说来你们都不会相信，为了载重量，我带头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撇在了上海。后来的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。两年之后，我才从重庆接回了我的小儿子。我那个小儿子怀念他大哥，经常派我的下属时不时的去看看他，兄弟之情而已。
应被你们搞成了一个共产党的案子，最终是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你们又弄出个假共产党来套我那个傻儿子。曾督察，你刚才问我，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要找到梁经纶，点名他的身份。我已请你带我问问金国先生，哪个父亲？ 看到自己的儿子被安上共产党的罪名杀了一个，又弄出一个，最后谁都可以以这个罪名杀他，却不管不问。如果金国先生不好回答，我也可以直接写信，托人转给蒋中正先生。他是总统。 也是父亲，我请他教教我，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马局长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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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
不叫咱俩叫谁呀？非得让局长亲自请你过去啊？局长，我不在，你们二位辛苦了啊。不过，你们二位还得再辛苦一下，犒劳都准备好了吗？局长，是美金还是银元？每个人发多少？ 我让汪科长回去取去，美金能吃还是银元能吃啊？看见没有，恶兵能打仗吗？打个电话到三号库啊，罐头、饼干拉一车来。局长，三号库都是您亲自管理，只有您有钥匙。给周马打个电话，传我的命令，把锁砸开。是。 请方行长过目，看我记的话有没有不准确的地方。裴东，你的眼睛好些，你看看吧。都是原话，邹督察。 耶鲁大学的耶子写错了，应该是个耳刀吧？我这就改。不用改了，看来这次曾督察是带着真诚来的。那我们就彼此都真诚吧。币制改革发行新的货币，在平津我愿意配合。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请金谷先生把方孟毛派到美国去。 最好在币制改革前就让他走。这件事情，金国先生有指示，我能不能现在就转告给方行长？请说。方孟敖是我国军最优秀的人才，最有战斗力，在民众中有最好的形象。在推行币制改革最艰难的前三个月，希望他在北平执行任务。三个月后，预备干部局。 一定特检他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。金国先生，言出必行。三个月。对，金国先生亲口说的，就三个月。孟敖的命硬，三个月应该能挺过去吧。 方行长，金国先生也有一个希望，希望方行长就梁金伦身份的问题能到此为止。希望方行长能信任并理解。再提一个小小的要求，这件事曾督察就能帮忙。方行长，请讲。
在这几个孩子里，我最疼的不是孟敖，也不是孟伟，是我这个妹夫的女儿木兰。现在你们那个梁经纶把她拉在身边，说不准哪一天就会毁了这孩子的一生。请曾督察转告梁经纶，即日起就离开我们家木兰。